如果我们市政府没有办法给高雄市民朋友一条平坦的路，或者各县市没有办法一条平坦的路，人民不会给政治人物一条活路啊。韩国瑜表情严肃，话说得很重，因为高雄市民都在关心路评进度。去年底接连豪雨造成高雄市区道路崩出5000多个坑洞，当时路不平造成民怨，韩市长上任提路评方案，全民监督。这次看我们市长能不能在这个大方向，在他的我们柏油的品质上能够更要求好，让我们以后下雨的时候不会有再有这么多的坑洞。韩国瑜上任还不到一个月，照顾长者的文建赞很有感，觉得路真的变平了。把那些路面都铺完了之后，在我们送餐还有长辈在过来的当中之后，都路面也比较平稳。为了提升道路品质，高雄市公务局规划3月底前完成20条的市区重要道路，要扭转外界对高雄马路凹凸不平的刻板印象。院视新闻 Mulas Dagu 高雄凤山采访报道。